放心啊，咱一帮兄弟真多真多，咱要赢。啊，别当时咱在座各位贵宾吼，一直甲咱斗三共，一直甲咱斗支持，咱就赢啊。九一记者节哈，地下海辉，邱理事长，以及大台南记者工会，各位理监事，古仪署长，以及各位好朋友，赛车都重要节，重要节哈，不是大人物，当署长，干部当署长，以及各乡长，以及咱林静怡江南。这个办事处，我们华开学副执行长，还有这些中华这些贵宾，咱国都龙议员，以及咱内阳区江区长、陈立飞委员的黄秘书，咱南投和议员的秘书，咱南投龙议员，我感谢会几位，各位是大各位好朋友。咱收回本来，那么呢，接下来刚四十万，跟江南分局管理处，我们徐处长，各位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好。海巡署主任哈，非常非常高兴哈，今天中平中华义来个咱钱妈妈来家，这些大便拢一定来家，因为钱妈妈较常在家吼。大家欢喜，有这个机会借这个机会，跟咱说一下。给这个先进哈，自信自信，因为各位的努力所以让小辉哈将这重要的消息拢会当详实报道，而且代表咱台南市188万市民来说多谢。咱大台南疫情是台南管，但即马拢是全管市嘛，跟了后拢是全台南市哈，所以将这康贝。以来各位我相信这长年来打龙江辛苦，所以你家就这个给我来谢德家。那这把的这个能够美国猪肉要进口那所以是进步虽一些美国猪肉早就进口只是进口的没有莱克多巴胺。那这个那不是说莱克多巴胺不莱克多巴胺重新呼吁希望咱台南市的咱产量涨价恭喜你们国产的猪肉。所以是这部虽设计的这个标识牌就是说咱希望讲咱的餐厅业者一旦大街的标识牌的标识讲用拢是温善的地方我有话说不管有莱克多巴不管有瘦肉精或瘦肉精用的都是本国的猪肉那你让消费者当酸甜我的今天我利用本国猪肉我要去吃还是说我不爱去吃你自己也当酸甜所以我想咱来超前部署你说你吧那个瘦肉精来来个多巴胺每年一轮这么厉害但咱现在八月就先跟用的安慰大家用了习惯吃了习惯都吃了分散这样较好所以我想在这里借这个机会来来做一个留意说确定了我就叫拜托田妈妈去打一下好了好吧谢谢你们说叫了咱的用地的农民上面咱的消费者有一个教育我们也是可以让酸设计的酸点再次祝福咱今天台会晚会各位好朋友各位长官各位新闻界的先进朋友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防疫成功谢谢市长可以先拿着让我们拍一下吗你光接吗不是猪头拿着猪的头不能简称不能简略拿着猪的那个标志啊还有这一张来议员到位追起你我展猪肉来这样不会反光哦这样 OK 哦不会可以 OK 市长是很内行的来还有没有标志应该还有标志标章没有标章再来拿小张的，小张的，把三个都用大张的。小张的，这个。我来，大老家。好 ，OK。等，折叠车也可以。好了没？再一张，再一张，再一张。来，国产猪肉赞不赞？赞。你市长赞不赞？赞。好，谢谢。谢谢。一点钱。
这个是叫毛菜鸡。这个上家，这个上两次，这个上两次，一定要吃。在几条街可以看到多少？哦，他这边抽奖啊，抽奖哎，比你妈妈重要，抽奖。啊嘞，这几条啊，几万多。上班的，上班，真上班，越南队的。几班了？几班了？班机了，班机了。来，起掉比较变主力指标吼，我那关一个班机的啦。啊，你来说。现在几台班机？几台班机啊？一百三十七，一三七，一百三十七。市长奖。OK， 谢谢，恭喜恭喜。来的几个嘞？来，今天咱有一个迄个咱，迄个台南市生态保育协会理事长，生态诶理事长跟做咱记者工会的顾问哦。啊，恁多几个人，请几个人把板凳出起来。咱算第一个顾问哦，来。站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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